算你倒霉呀、怎么还不死、这段我要剪掉。那你发子弹秒杀就很无敌。假掉了，虽然还是有辐射板的那种。天意啊，这就去辐射区。千万何方有你，这是有人呀，没猜错的话开文件柜呢吧。嘿嘿，那岂不是正好。 Oops, my baby, you woke up in my bed. 我呀，搞定。哇，他估计吸抽了，刚开出的白卡还没捂热乎，搞不好就游戏玩家负一。这他喵的什么鬼呀、刚才还幸灾乐祸，转眼就遭报应了。这下难受了，刚打的五级甲没了，我自己的也掉了，头也掉了。我一气之下删掉了王者荣耀，王者祭天，法力无边。已经有人进来了，那就别怪我偷袭了。且慢，后面还跟了个尾巴，等你等的好苦。这你能跑？盘他！不好，他丢火了。好吧好吧，饶你一命，希望你听劝，这里的金条不是你能惦记的。那人在图书馆里，兄弟们，我看见他了，后面的应该走了吧。哎呀，好的，下面我们去找另一个家伙，他也是个人才，他们打得那么热闹，他不管不顾就是开枪。你听，还打怪呢。在上面。哪里跑？我敬你是条汉子呀，这就是传说中辐射区敢死队吧，眼里只有香。可惜他穿的装备没掉啊，一套四级拿着还占地方。啥呀这是，连个蓝图都没。最后一个箱子，金条还不错呀，可以的。出息了，这次没人阴我。天哪，终于没被阴了，难得呀。怎么好像后面又来个尾巴。天哪，是我误会了，不是没人阴，只是错过了。这把虽然只有100万，但是收获一把精致枪还是很 OK 的。再来一次，双榴弹永远的神。慌了呢，别急，这才哪到哪儿啊。他那个位置是个斜坡，不好打。好麻烦，怎么还不死？大哥，你再不死，我榴弹都没了。他想跑。不跑我还只能榴弹打你，跑了就100%死。不能舔包啊，旁边有人啊。哎，好像看见他了。哈哈，你在自己骗自己吗？狠人呀，一个头，一把枪，没兴趣。哇，又来一个，这剧情何曾相似啊。不对，不是相似，简直就是一毛一样，就知道指望不上他。算了，我看还是去辐射区吧，总打虾米我也是够了呀。还想反抗，翻天了你。知道我缺个头就来一个。两把改进枪我也带不走，包带小了，我现在有点后悔。Oh, no. 算了吧，见好就收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明天见，拜拜。